那个小张，不好意思哈，可能我们没太商量好，回头我再给你打电话吧。行吧，那你们呀，好好商量商量，我就先回去了啊。抱歉哈。我说你这又弄的是哪一出啊？你，爸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不肯为你弟弟出钱，房子也不让我们卖，行啊，那我就把中介请来，给我跟你妈住这间屋子估个价，看看值多少钱，我卖给你。你把现钱给我们，我们搬走。你们搬哪儿啊？地铁啊！你以后想看你爸你妈啊，你还得买票呢。甭理他。我说你这是越老，你这花样越多呀！你。废话，看。喂，姐。喂，雨晴，我小叔子出事了，你能来一趟医院吗？啊，好，你别着急啊，在哪个医院啊？我现在过去。哎，怪我。你说前阵子看见志武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他蔫头耷脑的，这说话没什么力气。我想可能是连续工作，啊，没休息好。哎呀，就我当时我就应该提醒他一下，千万别疲劳驾驶，千万别疲劳驾驶。啊，谁也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志军，这不能怪你。现在人只要能救过来就好。哎呀，那刚结婚，这媳妇儿还在老家等他呢，那人这。姐，姐夫，怎么样啊？进去都3个多小时了，现在还没有消息。那么久啊？雨晴，哎，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。是这样，这志武的这手术费啊，本来我们能掏，但是呢，这不是前阵子这个全镇刚进私立学校，然后我们又刚换了新房，所以你知道就我。姐夫，没关系，姐姐已经给我讲了情况了。啊，对了，那个我把钱打你账上，你查一下，如果不够的话再告诉我啊。谢谢啊，雨晴。干嘛？跟我说谢谢干嘛呀？大家都是一家人。我肯定尽快还你。姐夫，你也别太担心了啊，不着急。哎呦喂！大夫，大夫，我弟怎么样？外伤都已经处理了，人暂时没有生命危险。哎呦！但是病人患有严重风湿性心脏瓣膜病，得转到心脏外科去进行会诊，讨论手术方案。啊？那现在怎么着啊？等会诊结果吧。谢谢你啊。不是大夫。哎呦！怎么又心脏病了？这人不得遭两茬罪啊？就是啊，挺遭罪的。但是医生都说了要会诊，那咱们就听安排吧。我，你别着急了，是不是公司有事了？我回个电话。什么情况？爸发这些是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？哪有什么事儿，别乱想。爸不就是这样吗？赶时髦呢。秦医生好。你好。秦医生。你好。休假了吗？不回家躲着我是吧？好，那我就从白天等到晚上，我看你回不回来。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呢？你怎么这么不爱你弟弟呢？啊？
我说了这么多你还不明白吗？我们真的没有见面的必要。我特意过来找你，你就这么冷冰冰的，整整一个月零八天，你把我心都撩走了，你说分手就分手，你告诉我你到底是腻了还是喜欢别人了？对不起，我还有工作。喂，怎么又开房啊？事先也不跟我说一声。好，我中午过来。找有事儿吧，跟了一路了。哦，我进来说吧。请坐。你是哪科患者的家属啊？患者有什么不舒服？心里不舒服。病历给我看看。是我心里不舒服。你挂不上号才跟过来的吧？还有点时间，来，坐下来，我给你检查一下。先生，我刚才看到一个渣男欺负一个小女孩，还脚踏两只船，所以心里非常不舒服。您觉得这个能治吗？不是，刚才那个治不了是吧？来，我帮你。听到声音了吗？是什么声音啊？心跳。是人的心跳吗？当然是。所以请记。不是跟您说了吗？用不着在医院旁边开个房给我煲汤，回家又不是喝不到。怎么了？我没有到医院去找你，我没打扰你工作，我在医院外面，我怎么不可以吗？啊？妈辛苦了，来来来来，您坐着歇一会儿啊。没事儿没事儿，儿子你快坐你快坐。哎，妈，问您个事儿，那个叫小粗包的那个小姑娘是怎么回事啊？小粗包，哎呀，你怎么知道他呀？啊，不是跟您说了吗？您不能用我的名义跟人家接触。那你要我怎么办？我可是为你好。你说你对相亲的事儿也不上心，也不主动，但是我没跟他说什么呀。嗯，就是他有时候发什么美颜照啊、美食照啊，我就给他底下发一个说：“哎呀，小仙女好漂亮啊。”他有的时候不开心了，我就给他发一个冷笑话。他有时候失眠，我就给他发个轻音乐什么的，就这些。没，您这还没说什么呢？啊，您也太会撩了。这帮着儿子在网上谈恋爱，您是第一人了吧？好。总而言之，妈妈是为你着想，我是全心全意的为你好啊。是的，嗯。哟，汤凉了，赶快！哎，烫不烫啊？不烫。慢一点啊。啊，
我不喝你喝，你每天是有定量的，来，快你喝。好孩子，喝完了换衣服跟妈走。啊！还要回医院呢。爸，吃饱了是吧？啊，那咱们走吧。我不走，我还有两家中介没去呢。不是，我下午还有事。别跟我编！你再给我编！今天下午轮休，我还不知道呢。我都陪您玩了一上午了，您看看那么多中介，谁收你这一间房啊？咱别闹，回家吧，好吗？我就不信了，我这间屋子还卖不出去了，真是的。你自己看看，来，这个，这后边都有自然情况。这个，看这个女孩，一共有几个女孩？干嘛你？给我看，啊，你看看哪个适合啊，哪个你比较喜欢，你跟我说。后面呢都有电话号码，到时候咱们约她啊。还有呢？上面都有他们各自的情况介绍，工作、兴趣爱好什么的都在上面，你给我背，我回来得查你，你知道吗？你别这跟我对付，我下午可真有事儿，我先走了啊。哎呦不行，那谁来了？我得去接他一下啊。哎，喂，啊，啊啊啊！下周排班是吧？周四上午是周末文文，啊，下午是于佩佩。不行了，那得约到下个月了，啊，好，先这样啊。哟，挺巧啊，还挺能约，你这上午下午排满了都能约到下个月呀？照你这约法，你得补补啊。嘿，身体更重要。补补？你每个月都这样啊？想什么呢？双击一下那个，哪个呀？哪个？全是球那个，那颜色。对。干嘛呀？喂你吃了这么多，什么时候有空假？这么大的事儿，至少再等个。三六七八年，李贝同学，我告诉你啊，你现在不珍惜我，过了这个村，哎呦，我还得再下个村的。很会说嘛。你们不是说去参加婚礼了吗？怎么这么快回来了？嘿！啊！爸！贝贝，这小子是谁？叔叔阿姨好，我叫关振雷，我跟贝贝是。是你大爷！啊！来来来，喝点高山茶。谢谢阿姨。哎呦！振雷这颜值高啊，真精神，没我好看啊。哎呀，其实啊，你们这个年纪谈恋爱很正常的，怎么没早点告诉大人啊？冷不丁让我们撞见了，把我们给吓坏了。这要是再晚点回来，不敢想，不敢想，不敢想。哎，妈，我们本来是准备这两天就告诉你们的，这不没来得及吗？对，我是送贝贝回家，
我没想多待啊，我第一次来，第一次来就知道我们家遥控器在哪儿。哎呦，送贝贝回家啊，这周末小区好停车吗？我们打车回来的。太少了。叔叔阿姨，没钱没车没房，是谁给你的勇气来跟我女儿谈恋爱？不是，不是，大哥，出去，大哥，哥，我告诉你，大哥，我要再敢说你们家贝贝，我打断你的腿，滚！贝贝，哎，贝贝，你快出来呀！妈妈做你最爱吃的红烧鱼啊，贝贝。我不吃。贝贝啊。你说你这是跟谁较劲啊？我跟你说，李贝啊，你这是对你自己严重的不负责任。我跟你说，他们家其他的条件那是一塌糊涂，那就是一个离婚蛋表面光的东西。你说你跟着他，你不喝西北风吗？振雷他哪儿都好，他对我最好了，而且他还是个潜力股，他人特别聪明的，他现在正在努力的求创业求发展。反正我今天就正式表个态啊，我非他不嫁。你们要是再逼我，我就从今天开始，我滴水不进。姐，哎，谢谢啊。喂，志俊，什么事儿？你好，现在医院内正在评选十大医生，这是我们心外的三位候选人，一床一票，欢迎大家踊跃投票，给满意的医生点个赞。我可以弃权吗？为什么呀？这个杨医生和宋医生没有接触过，不认识。徐清风，我不想给他投。徐医生不挺好的吗？你为什么不给他投票啊？找我有事吗？啊，没什么，他不给您投票。
投谁不投谁是家属的自由，你去忙吧。哦。徐生，那个秦二的女家属是不是上次在你办公室？啊。秦灵儿。徐大夫，你认识啊？不算，不算。刚才那个护士还说你们认识呢。你姐夫刚来电话，说徐清风可是心脏外科一把刀，一定要让他给志武动手术。那么多医生找谁不行啊？非找他啊？他可是这类手术的专家呀，你不找他找谁呢？雨晴，你要是认识他的话，赶紧去求求他。哎，我求他？不去。哎呀，赶紧去吧。一会儿你又该飞了，好几天见不着人。听话，赶紧去。哎呀，去吧，快去啊！听话，听话，去吧。好。你来的正好，我刚好有话跟你说呢。那天你看到那个女孩，我根本就不认识她，是我妈用我的手机跟她聊天，让她误会。但我不想因为我个人的事儿影响本院医务人员的形象。看好了，你在咖啡厅看见的也是如此。你妈帮你练啊？看清楚了吗？哎，等一下，那这么看来，我之前确实误会了哈。非常抱歉，我为我的行为向你道个歉，对不起哈。其实我今天来是想找你帮个忙。什么忙？西陵二床的陈志武的手术，您能亲自做吗？手术都是医院统一安排，我从来不搞特殊。哎。我不是在搞特殊，我只是家属的诉求，不为过吧？我们已经了解过了，陈志武的手术，您是这方面的专家，你有很多成功的案例，治愈率特别高，所以我希望你不要公报私仇，能够考虑一下吗？抱歉，我这一个月的手术都已经排满，再说医院不止你们家一个病人，还有很多病人，请你不要扰了医院正常的秩序。哎，我。哎，抱歉，我还要工作。男，36岁，车祸死亡。他生前签署过遗体捐赠协议，他和施大伟的各项指标都是吻合的，但是遗体受损太大，手术起来很困难。那施大伟怎么样？他在上海呢，你随时可以去手术。刘科已经向咱们医院提出申请，让你立刻去上海。赶紧帮我查机票。机长，你终于回来了！你能回来，我们都特别开心。大家说是不是？是啊，是啊。抓紧时间摘取心脏，务必在6小时之内送到上海。明白。等手术结束之后，北京飞上海只剩下亚新航空的 AX2077，不过机场会启动器官运输的绿色通道，配合我们航路支持。随时跟机场保持沟通。机长，检查完毕。两栋拐拐特殊情况，两栋拐拐特殊情况。本次航班将有两名乘客运送移植器官至上海。运送移植器官。两栋拐拐收到。关注心脏保护液，我们要尽量多留一些血管，这样在给受体做手术的时候，吻合可以多一些空间。好的。冷藏箱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订单。你太厉害了，提前了10分钟。这手术还有很多环节，快抓紧时间去机场。你把拿好吧，路上一定小心啊。知道。徐医生，徐医生。
大夫，我希望我丈夫的心脏能继续跳动。我的孩子就要出生，虽然他看不见他爸爸，但是我希望他能听见爸爸的心跳。请放心，我一定完成您的心愿。更要感谢您丈夫的无私捐赠。拜托了，大夫。我走了。刚才接到通知，本次航班将运送移植器官去上海，医生在赶来的路上，我们呢按照预案做准备。记住，一定要安抚好乘客的情绪，做好配合，全力以赴。收到，谢谢机长。欢迎乘坐亚星航空，李先生，您请。你好，李先生，您请。李先生需要喝点什么吗？不需要。那不打扰您了。你好，小姐，您请。你看，那边已经开始登机了。这导航显示还要堵45分钟，这肯定来不及了。过了几倍时间了，哪有几倍啊？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还有两位乘客没有登机。嗯，哦，具体时间会听塔台调度，请您稍等一下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亚新两栋拐拐，天派角。两栋拐拐回答。医生遇到堵车，无法按时抵达机场，推迟半个小时起飞，等待心脏器官。两栋拐拐收到。各位旅客晚上好，我是本次航班机长。由于本次航班负责运送移植器官到上海，医护人员暂时无法准时到达机场。不能再等了，想别的办法。徐生，你去哪儿啊？三日呢？很快很快很快的。运送器官？不是这一趟飞机赶不上，就让他们坐下一趟吧。是这样的，李先生，因为这是飞上海的最后一趟航班，请您体谅一下。我体谅你们，但是你们能不能也体谅体谅我？我岳母在做手术，我要回不去，我媳妇跟我离婚，你们负得了这责任吗？我明白，我明白，但是我飞机很快就会起飞了，您放心。不是我放不放心，我现在就要求你们马上起飞。到几点才能起飞啊？就给一个准备时间，还需要多久呢？谢谢您啊，没事没事。去看看，我一年飞亚星航空多少班，你知道吗？机长，怎么了？啊，王灿正在跟他解释，你知道吗？是的，是非常抱歉，李先生。你抱歉有什么用啊？我着急走。机长，李先生你好，我是本次航班的机长关雨晴。是这样的，现在上海那边的医院呢，已经做好了手术准备，就在等这颗心脏。如果我们现在起飞，患者将失去生存的机会。我想这也不是你想看到的吧。刚了解到您的情况，您是一个非常重视家庭的人，所以我希望得到您的支持。啊，如果需要的话，我可以代表公司给您的太太打电话解释，我相信一定能够得到她的谅解。你给我太太打电话？嗯，那我就没太太了。啊，行行行行，你也别说那么多了，我自认倒霉行了吧？啊，非常感谢，谢谢支持和理解。什么事儿啊，这叫？请大家耐心等待。你们好，燕西医院的，谢谢啊，谢谢谢谢。徐医生，这边请。各位各位，抱歉耽误了大家的时间，飞机准备起飞了，感谢大家的理解和配合。
拐拐，上海区道雷达已识别。亚新两栋拐拐。航空气象警报，华南方向有强风，雷雨前锋提前到达上海。上海虹桥机场和浦东机场将于22点关闭，请报告你的意图。亚新两栋拐拐，申请备降南京，4-3-9，请您指挥。收到。各位乘客，由于雷雨天气影响，上海虹桥、浦东机场临时关闭，本次航班将预计备降南京。降到南京？从南京再转到上海，这根本来不及完成手术啊。徐医生，飞机正在颠簸，请您回到座位上。对不起，我要跟你机长通话。这不符合规定，请您回去。飞机如果落到南京，我再转到去上海，这手术根本完成不了，这是人命关天的事儿，拜托你了。哎，你稍等一下。喂，机长，医生想要跟你通个话。把电话给他。可以。机长你好。大夫你好，请说。上海的这位患者等这颗心脏已经等了2年了，如果你现在把飞机落到南京，我再转到去上海，根本完不成这台手术，而且这位患者会有生命危险。我们也不想降落南京，可是上海机场22点关闭，就算飞到了上海，空中管制也不允许任何飞机降落。机长，这颗心脏的捐献者，他原本今机长，我已为备降南京做好准备，听你指挥。等一下，原地盘旋。好。病人的血压和血氧都在快速下降，病人快支撑不住了。心脏为什么还不走？主任，和机场联系过了，因为天气原因，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都关闭了，飞机不能降落。小白，我要备降无锡。什么？无锡？上海，两栋拐拐，申请备降无锡。上海收到，雷雨前锋即将抵达上海，无锡机场也即将关闭，你只有半个小时。两栋拐拐，确定要备降无锡吗？是的，两栋拐拐决定备降无锡，申请大速度进场。大速度进场？Mm-hmm.
医生，请您第一个下飞机，机组已经安排了特殊通道，祝你们手术成功。谢谢。这里，徐医生，这是机长给你准备的救援直升机。公司那边怎么说啊？说那人一下飞机就投诉，说什么我违背他意愿，不让他第一个下飞机，然后说什么航班延误导致他一堆麻烦事儿，说不仅要赔偿，还要处分你呢。师傅，公司刚刚来通知了，让我们雷雨停之后明天立刻返航。好像是你备降无锡这事儿，公司态度挺严厉的。雨晴，要不咱们找领导说说情吧。我是机长。我做的决定我负责，领导那边确实要说一说，躲是躲不过的。好了，别愁眉苦脸的，市场没有过不去的坎儿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今天晚上我们住上海，好久没有吃小杨生煎了，走吧，我请客。关二爷就是关二爷，什么大事都得自己扛。走吧，走。贝贝，你这一天都没吃东西了。贝贝。出来吃口呗，一口都没吃，是不饿出什么毛病来吧？哎呀，这谁呀？这是菜，你这人怎么死皮脸呢？你烦不烦呢？你叔叔你好，我给贝贝买了他最爱喝的奶茶。我们家贝贝不喝奶茶，他爱喝。他不爱喝。他真的爱喝。他真的不爱喝。叔叔阿姨，就算你们不喜欢我，你们也好歹心疼心疼贝贝啊！这我买了，他肯定愿意喝。进来吧。哎，来来来来。叔叔阿姨，我上回话还没说完就被你们撵出去了。其实我家里条件还不错，我大姐夫是房地产公司高管，我二姐是航空公司机长。机长？啊，她是亚星航空的资深女机长。这么富的？四号岗正的。你姐姐姐夫工作好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叔叔阿姨，其实我在酒吧上班，完全是为了学习经营模式。这创业刚刚起步，我不得一步一步走踏实了吗？你跟我说，你都琢磨出什么了？我想针对于目前的这个酒吧行业，研发出一套基于互联网和酒吧的综合运营管理模式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把数据化管理、员工营销端 APP 还有客户娱乐端 APP 给他们三位一体化结合。哎，这样一来呢，像酒吧呀、员工啊还有客户啊，他们就能得到多点的无缝衔接，从而有效提升管理效率，还能数据化分析客户，还能二次销售。从而就可以有效地提升管理效率，给他们三位一体化结合，这样一来呢，像酒吧啊，员工营销端 APP， 还有客户端 APP，
钻研过。哎，你听懂了？振雷，哎，我听贝贝说你是创业型，这挺好。可是我们当父母的还是喜欢脚踏实地的东西。你如果真想跟贝贝有未来，最基本的条件必须……阿姨，我明白。你明白什么了？鼻涕虫和蜗牛就差一个壳，可蜗牛就显得可爱许多。这就跟男生有房没房一个道理啊。有房的男生，他就可爱很多。通透。回头帮我把这段视频发给那个心脏供体的家属。啊。这算是对那位妻子和未出生的宝宝最好的交代了。明白。徐医生，太感谢你了。你太客气了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徐医生啊，我们现在想起来还后怕，幸亏你们是乘坐直升飞机提前到达，要不然这位患者就彻底没救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们落地之前，病人就已经快不行了。也就是说，就算我们的航班准时到上海，也不一定能赶上手术，对吗？不是不一定，是肯定赶不上。